My friend, how are you? 我想起跟你们说什么，因为我有一个视频发明了试用产品，迟一点做比较好。为什么？我甚至改良很多了。你将我手机拿去这个 handphone， 对不对？我很怕对你说，我那个网上已经有差不多有，有几多年了，有三四年了，不懂研究，又改良它。真的我没有，为此今天又发明这个出来，因为我最近呢，我的手麻痹了，很痛，痛得很厉害哦。哇，这我对你们说，真的可能全世界，我们拿着一个手机，一个位置不可以放下来，全世界拿住手上。咁啊，拿住手上，你看到我哈？咁譬如说我做一张椅子的，我很多时咧，我个电话咧一天大概掉落地上，有五六次的。为什么会掉下来？为什么会掉下来呢？因为主要呢睡觉了，不小心睡着了。你看我，我没有夸张的，真的没有夸张。幸亏好多时呢，我电话没有怎么丢歪，因为我坐地上。我示范给你看，坐住凳子很惨了。那么当我看啦哈，咁啊不停咁样看啦，咁我一不小心，咁不小心，哎呀，我惨了，我姐，最不小心，哎呀，惨了，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因为我睡觉了，我怎么样？我拿着电话，好累呀，惨了，是不是好多事呢？我也不敢坐凳子，咁啊我就改。坐地沙啦，咁啊坐地沙怎么做咧？你看，你照一下，坐地沙喎。咁咧我好多时不敢坐凳子，因为我好中意睡觉啊，不小心掉下来。咁我索性坐地沙啦，不会。咁啊我也看手机了嘛。咁啊幸亏掉你，一齐看。哇，一天掉五六次，所以我对面人说。不仅我的手痛了，还有心痛了。因为什么？不可能。如果有一天丢得多，不小心整个丢歪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所以变成我研究应该有四五年了，咁啊又改良了。不然我觉得争取那个idea 那个方法，那种产品是 number one。为什么？它能够。外面你得买的，它可以保护你的手机，又不会丢烂了，又可以保护你手机。我整个示范给你的，有什么好处？那我对你说了哈，即系以我一个 baby 来说咧，我那个 baby 来说，而家现在啲 baby 好多时都系玩手机的嘛，对不对？咁啊，我问你啦，当他玩手机的时候咧，咁啊，我哋看。电脑都说，当他长时间嗰只手，好像最近有一个玩到，中风了啦，还有影响他的脊髓的骨头，所以变成啦，他们啦一不小心啦，瘫痪了，就惨了。所以我发明那个东西，我告诉你们，老小、男女都适合用的，为什么？你看那个 baby， 我弄几年的，我的手已经感觉麻痹，很痛。所以我那个 baby， 这么小的年纪就影响到他，拿着手机不停地玩。我问你了，影响眼睛，还有又影响他的骨头，还有影响他的手，所以你说。我发明今天发明的东西影响他们很大的，所以变成呢，我可以紧紧对你们说，不仅对我们身体，对大人也好，手方面，全个身体方面 ，baby 一生出来就拿个这个手机，我问你了，当他们经过几十年，你看他那个成长，天。举着个部手机，还跟不停地玩。我问你了，
当他成长了，好像我们这么大的时候，你像他们个身体很残了，不是眼睛，还有身体每一部分，很已经好像个残废人的人了。所以我今天的发明不止给我自己用，我觉得那个发明真的很完美，看你个人呢、啊。因为我想分开两个视频来做，一个视频就是你们我这个产品的好处出在哪里。如果你们没有兴趣的，嫌麻烦的，没问题，你可以不看另外一个视频。所以我也分开两个视频来做，你们有兴趣的人就可以选择另外一个视频来看我怎么教你怎么做。自从我用了之后，那只手不痛了，没有痛了，所以变成已经很成功了。所以我紧紧在这里告诉你们，去外面买个产品呢，比如说很小的产品，那比如说你放这里啊，我就这样当姐啊，很小的产品，那你放这里，我问你了啊，还敢动动动动它，那么变成它怎么小？它没有个固定，变成它很容易找位置，就变成很不方便了。你看那不停地动动动，有个小小的东西。所以如果我发明这个东西，想不想看？好，我给你看一下先，下一个视频就教你怎么做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学我做，如果没有兴趣的没问题，你可以不看。OK， 等我下一个视频教你怎么做，拜拜。